OK，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辆车是小鹏 P5， 小鹏 P5 呢是小鹏汽车推出的第三款量产车型。你看，它是一辆紧凑型的纯电动轿车，它的续航里程有460、550、600千米可选。小鹏汽车的前脸它运用了很多全新的设计元素，我们看到它的前脸其实是有一个 X 造型的，跟它的品牌 logo 相呼应。在车头的细节方面，采用了主动式的进气格栅，同时它的前包围的左右两侧分别放置了一枚车规级的激光雷达，它有不错的隐蔽性。我们来到车身的侧面看一下，它的车身尺寸是要比 P7 稍微小一些的，车身设计是溜背造型，采用的同样也是隐藏式的门把手。我们继续往后看，我们来到了这个车尾，车尾部分的话它也是比较趋近于 P7 的整体的造型，贯穿式的尾灯组造型也是狭长狭长的，小屁股看也是一个小鸭尾的屁股，微微翘起的，也比较有设计感。